们今天又更新了啊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一下更新内容。先来看签到这边，看来是送了一大堆用不到的棒球卡包。然后再来是，哇哦，七日签到竟然送 LE。然后再来是重点的强化活动，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猜猜看我到底选了谁，反正又有出现了选择障碍。再来是队伍战力强化活动，天哪，每一张都超难选。先看先发，大概是随便挑一张吧。然后看中外野，中外野大概就是选陈杰宪。我最近有在练二三中华，放在第二小队。那游击的部分应该就选不太到。然后看左外，哎，没事。再来是中继，没错，就是吴哲源了。然后是救援，吕彦青，算了，还是选宋家豪。再来是三垒，哎，这次真的有够难选的。而且又没有素材，然后是捕手，吉利吉劳。然后如果一垒没有意外的话，大概是挑杨代君。好的，再来是二垒，那就郑宗哲好了。再来是右外野。夸张欸，这是又是一个没得选的位置。最后是 DH， 就是你的阿力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我是 HY。